你先走。小心我打死你！来，进来吧。老婆，这是保姆小刘。嫂子好，我是小刘。啊，好，进来吧。弟弟，今天听不听话？哥哥，哥哥。任总，那你们聊，我去做饭吧。啊，好吧，去吧。行，那我带他去厨房。老公，我帮你收拾吧。这次出差要走几天呀？大概一周左右吧。啊，走那么久呢？这回咱们家有保姆了，要不你也找个工作？行吧，但是现在我也不放心小弟。要不过段时间再说吧。哎，老婆，真是对不住了，弟弟让你费心了。说什么呢，老公，咱不是一家人吗？弟弟，
弟弟，在家好好听你嫂子的话啊。哥哥出差走几天。哥，别走，弟弟想你。弟弟乖啊，哥哥过几天就回来了。小刘，我出差走几天，我弟弟就麻烦你了。好的，我会照顾好嫂子和弟弟的。小刘，那就辛苦你了。弟弟，哥哥要走了啊，在家听话。老婆，那我就走了。老公，路上慢点，早点回来。小刘，那我出去了，家里面就交给你了啊。好的，嫂子，你放心吧。Hello. 这么多年，你背着我干的那些事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董事长，这么多年我对你可是忠心耿耿的。这么些年，你打着我的旗号，在公司安排了多少亲戚？就连你弟弟都这么嚣张。我招来的那些亲戚都是很有能力的，他们对公司都是有很大帮助的。对，你是很有能力。门口那几个保安也是你亲戚吧？对，那是我叔，他们都有50多年的保安经验了，他们很有能力的。对，4个老头3颗牙，还有一个是假牙，我进门都不敢饿了，生怕哪天给饿没了。董事长，我带上你的7大姑8大姨，赶紧滚蛋。Thank you.